挑战未来，实现梦想。二十一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。请你换你啊！哦，对，请安的那几句。我们节目还没讲啊。啊，欢迎收，请看几句。先把节目名称讲了再告诉你。新人歌唱排行榜。哎，对。你请看几句。这个造型啊，开玩笑，现在小朋友，这是小朋友歌唱比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小朋友都注重造型，我们主持人要注重造型啊。就叫你奥黛加公，我先不叫伊林静，你要当绿茶。我哪有比那么难看呐？啊，你啊，我你。流浪的小孩，我们来看看得到几分？72，对不起，怎么那么低啦？不可能，光服装造型就可以拿到80分。季老师说你像林美丽，林美丽，林美丽知道吗？他刚讲说我不知道。林美丽在我们这个片子后面不是有个？在我们片子后面，在我们节目后面不是一个小妞在打歌吗？哦，那小妞啊，开玩笑，我一定比她美丽呀。啊，好好好，这个儿童组啊，一向受到大家的喜爱，酷的。美丽要多看一下。够了啦，不够啦！我难得今天穿这样子绵绵以绵绵。喂，我要介绍你的服装，你怎么穿一个忍者龟颜色的西装？戴忍者龟，绿色嘛。我也不会像忍者龟，你要说像忍者龟，人家许孝顺才叫忍者龟。哎呦，那捕手装备一穿来，酷了呀，就像一只乌龟蹲在那里。捕手，捕手的姿势是什么姿势呢？捕手就蹲着啊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蹲着。蹲蹲，我不用他蹲了，你蹲嘛就行了呀。这些这些，我们的长相什么都没有关系，我们主要来在这个儿童组里面呢，希望大家，因为儿童组最激烈，对，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们反映的信息也最多的，也就是都是儿童组。因为啊，儿童看小朋友比赛，感觉好像看到外表上不在乎，其实有时候他们相当的在乎这个成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希望儿童组的比赛呢，我们能够带一点欢乐给让这小朋友疏解一下压力。对对，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席里面呢，有一位这个张义山呐，张义山也来观摩了。他跟王义山是谁啊？他参加过我们社青组的比赛。哦，那个两关就退伍了。这样子扮猪吃老虎，有两关先退下来，等3个月后，我告诉你，他练了20首歌之后再来。基本不逃喽，不逃喽，不能这样子讲，对不对？为了找更好的工作，旁边还有同学，你看，哎呦，那同学吗？同学就在观摩，他们现在准备要来报名校园组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还没毕业嘛。毕业还没毕业，还没毕业、啊。校园组的比赛马上来参加。开玩笑，所以现在来参加比赛，他不是冒冒失失就来报名，他先来观摩。可以来参加，他才来参加。可是我要考验他，你校园组一定要台湾国语才过得了关。哦，一样啊，美容美华，讲这什么话？其实标准的国语也可以过得了关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要进行今天儿童组的比赛了。好，第一位，第一位，第一位是上周一批 TPP 黑马，人家长得相当的黑呀、啊。我今天看他这样穿着，我就想到我们的那个中青组一位冠军。哦，肖作人，肖啊，来李宗龙小朋友，恭喜你好，马姐好，乐队老师，乐队老师，乐队老师，评审老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有礼貌那个泡泡，这个服装是从哪里来的？做的，对，特别去做的，金虫哎，够配。昂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青天白日满地红，立马打。哦呦，这样子啊！原来您穿了一撮国旗就来了。他已抱着参加亚洲歌唱大赛的心情而来，代表中华民国，是不是？哎，休困姐，好不？好。好，好好，行啊，行啊。好，请你休困。而且我也觉得，你跟他讲台语的时候，他还要想一想；跟他讲国语，他就比较直接。哎，国语啦，国语啦，老西郎，老西郎啊，老西郎，老西郎，老西郎。哎，好，过来，上周的两位第二名之一，观世音菩萨，周婉如。两位主持人好，平轩老师、乐队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再来哈。一身白就穿着这双这个叫做什么颜色的鞋子啊？这个接近白色的，接近哦哦，您色盲啊？这叫接近白色。你基本不要笑，不要笑啊！啊，左右手，右手按、啊、呢？啊，左手按、啊、呢？啊，右手、啊。我卖叮当哈，卖叮当啊！不能笑，往前看，不能笑，往前看不能笑。
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好像其实我觉得他的五官里面为什么会让你这种感觉，他的鼻子哦，鼻梁很好。哎，就我以为他们家只有他一个人这样，就完全跟他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哟，像我们就周婉就长得很好，哎，希望你保持下去哈。但成绩也要保持下去哦。好，来，请你回座休息。周婉如，哎，上次还有个第二名，哎，乌兆邦，来，兆邦先生，我们的小酷哥，大家好。还用就干单多讲几句话嘛，像刚刚我们的那个谁，哎，我们的周婉如就是说，评乐队老师好，评审、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来你讲一遍。乐队老师好，评审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嗯。哎。啊、哦，谢谢。不，你讲话的那个力量不够吗？就把内裤带入坑里边，哎，不要那种感觉，好像你很不主的。很约束。要开朗一点，年纪轻轻哦。有没有参加什么学校的球类运动啊什么的？没有。要参加。你平常在读书方面哦，你最喜欢哪一种？哪一个科？哪一科目？哪一个科目？国文。哎，不一样，文质彬彬，国文。那您来七步成诗，我们来听听看。嘎搞。要多学学课外的东西，参加社团呐、啊，对对对，唱歌弹吉他，多交一些朋友，哎，让自己的心情整个人开开朗朗的。哎、郊游啊，骑脚踏车啊，爬起啦，哈、哦，单休息啊，爬起啦，迈下地。我跟你讲、你要开朗可以，你跟我们这个林弟弟学习，他多开朗，你看坐椅子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。谁骂人啊？我怎么开心吗，弟弟？嗯，开心，好，还是开朗一点哈。好，来，请你回座休息。嗯。上周两位第一名，首先这一位是小可爱周妮玲。凤叔叔好，马姐姐好，四位评审老师好，乐队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耶、上次说听说一直想要戴这个金带子哈，终于戴到了。第一次吗？对啊。心情怎么样啊？不错啊，不错啊，而且今天的服装也不一样啊。我们每次都说这个小可爱的服装都非常特别、开玩笑就做的，开机去做的呢。不要，嘿、上次你说啊，你们有六年级的大哥哥给你签名哈、啊，老师知不知道你来唱歌比赛啊？知道。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很好，表演得很好。哦、哎呦，那你下一次你叫你老师陪你一起来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会不会影响功课？不会。你考试都几分？全班第几名？都是在三名以内轮。哟，三名以内啊！哟，哎呀，你爸是？你爸是？爸是。你爸是什么东西？没有考到三名以内轮。哎，有没有给你奖金的、啊、爸爸妈妈？没有，那有礼物哦，有礼物，没有奖金，有礼物。这做人袂使呢，外公，这，你得先钱吼，再快收等来倒啊，对不对？什么礼物啊？第一名什么？玩具或是一些文具用品、啊。哦，玩具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他有胡子、欸？哎，有胡子啊？他长胡子哎、欸，来看一下，真的、欸，来自然一点，来。要刮啊？知不知道？怎么可以刮？越刮越粗啦！怎么可以刮？不过人家说有这个叫什么？抠毛啊？抠毛啊？汗毛。汗毛，很性感。哎呦，你的弓箭在舔。我们来看看。哎呦，一家腰软，那我不痛的。哦，你是怕痒？我没有碰到你，你也怕痒？你看，性感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。哎呦，那你知道什么叫性感吗？应该知道。那你觉得你哪里最性感？头发。哎呦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既然头发也可以性感。第一次听到头发性感。我觉得他的背挺性感的。哎呦，我来讲过，卖大汗安尼就好。哦，以后较别麻烦，卖个油啊啦。哎呦，怎么又少螺丝啦、对对对，你跟我们的那个谁的朋友，跟我们这位李小龙在一起的话，你就不会这样子。他爸爸做螺丝帽的，爸爸妈妈做螺丝帽。哎，个瘦个。好啊，好啊，去吃肉粽哈。我吃了。不是、啊，叫你回去吃啦。去吃这个啦。哦去耶去哦去呀站着习惯了还不愿意下台哦这掀起来特懂哎呦
来，我们介绍上周的王一山来。孟叔叔好，马姐姐好，四位评审老师好，岳姐老师好，以及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来，王一山，今天声音，哎呦，今天你的声音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差不多了、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这，你是这什么个？跟他去问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子？谁帮你做的？谁帮你弄成这样子？我自己弄的。你自己弄？哎呦，厉害哎！嗯，这是领，等一下弄个变个领结一样。哎，各位不要看我们小朋友唱歌轻轻松松，每次在后台准备工作，那真是啊，一团乱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对啊，一直换衣服的时候，哎，人好多啊。对呀、啊，爸爸妈妈啦，我们这个化服装造型什么，大家一起在动手。可是王一山很独立，王一山很独立，他自己就拿了一包衣服，敲敲门，有没有人在？啊，没人，啪门一进去，一出来，赶紧忙活，多酷啊！啊，八个人，八个人在边呢，安尼。顶个挨个呢，一面。对他不用，他绝对不要讲我的袜子啊，我的法箍啊，他不用，他就自己来了。那就16哦，16还有4个礼拜。4个礼拜，嗯，看你了，看你了。不过不要被那个小可爱啊，啊，小心啊，小可爱啊！你现在刚开始看到不怎么样，现在越来越厉害了。你看一个威胁又来了，真是讨厌嘛啊！真是，我只是随便问他是不是往前走，他果然一直在往前走，走得吓人啊！先注意点啊，我给你讲过，大你给我现在干掉就没民主了，给你修不懂啊！好，来，谢谢王医生，来，请回座休息。介绍我们四位评审，好，一位是国际名造型设计家林璇夫人。第二位呢，要为您介绍是国内的名音乐教授孙普生孙老师。第三位，当然我们少不了他了，纪三立纪明阳老师。哦。接下来要为您介绍是喜马拉雅唱片的音乐总监吕子厚先生吕老师。马上要进行激烈的比赛。好，稍待一会儿，继续收看我们的新人歌唱排行榜。来，要进行国语歌曲的部分呢、啊。今天比较可怕一点，上周啊，五位都入围啊，今天想必会分一个高下出来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这个小朋友们在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好像不太敢说话，心有所思，心里想：我万一多说一句话，待会儿好像人家就会看透我一点底气。别动，别动。不不，哎，你其实你功能中年龄假霸掌，就你假啥？哎，不是霸掌啦。啊你啊喂！怎么啦？怎么给你拿个纸呀？不管是一铁镜来帮照的。哎呀，你没听到？你平常来宾，你去咧？啊对对，你看比赛这边呢？不是皮毛啦。做出来。无啦，他不是去。我试试。啊，我就丑陋拍款。对呀、啊，真下次把皮毛修一修嘛。摘了摘了。好好好。跟唱歌啦。哎呀，李小龙已经站很久了。李小龙站好了啊、哦！李小龙跳的歌曲也蛮好的，《怀念妈妈》。掌声欢迎李宗龙。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有多久没有回家，遥望老家的蓝天，就像是妈妈的白发，一身辛苦都是为了我，妈妈你怀念你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还记得你的。
声音这么洪亮，真的，他讲话都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在这一唱歌，的确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是啊，是啊。还有最重要一点，刚刚我们在化妆室，我们每个女孩在化妆，在换衣服，我们老听到一股声音，妈妈，我的妈，我说谁在唱歌？就他一个人。因为男孩子嘛，不必化什么妆，衣服一穿好，马上就自己开始练、练歌，所以我觉得他相当的认真。是是是，因为他爸爸妈妈、他亲朋好友通通来了。嗯，而且这么远，那为国荣来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今天要是不成功，那很麻烦了。今天五个人啊，开玩笑。对呀、啊，总有一个人要掉下来嘛。不，那岂不跟他共啊？哎，我们现在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关哈。对，不过比赛这个比赛总是比较残酷的。好，接下来听那观世音菩萨。哎呦，他这首歌唱的真的是相当感性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来，小朋友中间的大朋友周婉如，掌声鼓励。还是没缘分，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，你我各奔东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对你永难忘，我对你情真，直到对这个周爸爸来讲，最近又多了一项负担。怎么样？对爸做爸爸来讲多了负担。周爸爸，周婉如的爸爸。哦，因爸安怎了？因爸都要来讲，黑书细签啊，开了啊，我该讲。哦，那套衣服啊，那个是少这个是少女装嘛？囡仔衫啊，囡仔衫比大人衫较贵。黑不是囡仔衫呢？这中的啊，中的啊。这个就是我都是穿这家的衣服啊。啊娘喂！我都穿他们家的，可怜呐，那个十四位，那你三十四位，你搁穿的？我哪有三十四岁，你又别讲，我也不过二十四而已啊。那你不要再讲一句诶。怎么样？四千两条瓜呢？其实我是觉得，爸爸也不要这么想，因为现在目前周婉如是这个样子，周婉如是因为正在涨嘛，在登短了，我觉得找衣服的确很难的。我们也经过这尴尬时期。是投资嘛，四千一要做瓜签，呵呵，咱们咋个赚四百万等啊？哎呦，是没有。你在讲啥话啦？我伫咧讲啥？唱歌作秀咩？我嘛讲唱歌作秀呀、啊。一面四百万，签约一签约先拿四百万呐、啊。哦，一夜就签约了。一年四百万嘛，可怜，你动了九孔你。刚开始要慢慢做，千万不要一下好高骛远、嗯，对不对？那这款的导主是应该哈、嗯。小酷哥 pose 摆好了。小酷哥你背心给买几年哈、哦？你也给买较多嘞，还穿八年也过较省哈。来，不过今天演唱还是老歌《闽江夜曲》。来，掌声鼓励。乌兆邦。明江夜，黄
轻唱这船歌，随着晚风处处送。这个小朋友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改变。怎么样改变？啊，就弄完呢，闷闷的。哎，那。可是他妈妈是说，他在家里就很少讲话。没有。哎，在家里就很少讲话。有时候他跟他妈妈坐在一起，他妈妈做他的，他也都做他的，他就不理他妈妈。哎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这样来这比赛哦。可能他的个性就比较内向，我就想嘛，多参加点社团，改变一下他周遭那种生活习惯，可能会比较容易。嗯，那跌当可能冇感觉。地震啊！地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会不会？会、哦。你有感觉地震？你会不会跑？你跑哪里去啊？你在。地震的时候哪里最安全？地震的时候。如果你在一个大楼里面。在大楼里面，哎呦，不知道哎。电梯不能坐。电梯千万不能坐。这是告诉大家，现在地震很多。对。你在大楼里面不能够走电梯。嘿。家里面其实也不见得安全。其实最安全一个大楼整个结构最紧密的地方是楼梯间。躲在楼梯的地方，对，为什么？它的结构密度最紧嘛，所以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、哦。也就是说，万一在这个大楼、哎，我们在大楼里面遇到了这个地震，赶快躲到楼梯间。对，哦，这是说真的。但是这时候要呼吁很多的大楼住户啊，有时候很多楼梯间，因为想说大，因为有电梯嘛，走的人就少了，就堆积东西啊，尤其公司好像会堆积一些箱子在那边，就堵塞了这个畅通逃生的设备。对对，哎，谢谢碰口。哎，你那如果说地震了，想必中年人也得照一点先。哎，跌宕啊，进来照哦，跌宕啊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跑？那当他们俩都会笑。他的生活一定充满了舞蹈嘛。那要是乌兆邦跑的时候怎么跑呢？跌宕啊，好，赶来去个。好，那我们的李小龙嘞？李小龙嘞，跌宕哦，也像个人没感觉。那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呢？啊，祈求上天猫个摇啊。一三呢？一三呢？你是不是搞我这啦？我看见五个，你还讲一三怎么样？没多啦，没多，没多。一三就是说。我唱给你听，不要倒了。哦、来看这跳舞。好，这歌跳舞你讲好不好？妈妈送我一个吉他。来，中尼林。掌声鼓励。Oh,
载歌又载舞的演出，好自然的。而且他每一次的舞蹈表演，我都觉得他哎会不会忘词，会不会忘词？不会，他不会。妈妈妈妈，我不愿意长大。哎呦，人家小可爱表现多好，你表现同样也是表演舞蹈，你好像智障儿在跳舞的。差姐，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件事情，刚刚我们小可爱唱歌的时候，我们的教练林协伟先生，哎呦，笑得嘴巴合不拢。啊，他羡慕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女儿啊。哎呦，好可爱哈、哦！啊，赶快加油啊，跟你老婆加油啊。他不敢啊，声音别出来啊。哎呦，那是可能教练的问题啊。我就不讲了。哎，虽然我靠大哭不一定好嘛。哦，哎好，来上周的冠军王一山小朋友，哎呦，这个歌好啊。最近感冒不要好了没有？选这么高难度的歌曲行吗？我想不会有什么多大的影响。我们听听看好不好？一帘幽梦，掌声鼓励。来。怎么？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？也不太爱说话，也没有什么笑容，怎么了？啊，没有，没事啊，没事就好。咱们是蛮担心您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个心情不好会影响到你歌唱的成绩，对不对？万一你歌唱成绩有什么闪失的话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十六周了，千万别打下来。观众写信的对您期望很高的。对呀、啊，别开玩笑了、啊、我会努力的。你说什么？头、啊、上、啊、我会努力的。哦，好好。怎么最近是不是阿吉不在了？你想念阿吉？我记得阿吉在那几集，哎呦，嗓门比较大嘛。重点说到了阿吉，不是因为阿吉最近跟方文珍走得很近哦。我跟你讲，你早跟我说，我下次叫他们两个保持距离，以示安全，要注意还有王一山。他们两个不配嘛？对，就是嘛。关了什么事啊？不过说真的，有时候你对阿吉不要太凶。嗯。阿吉要跟我讲，一山最近唱歌怎么样？哦，不错。他常常会打我哎，阿吉会关心吗？那当然呢，阿吉虽然没有人没有到现场，但心永远跟我们的节目存在。开玩笑，狗用个大鸡头啊，你探两块嘛？我这是狗，其他拢一关哭哎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哦！啊，没有没有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很多观众朋友写信来都很关心你，嗯，尤其你一感冒，怎么又感冒了？是，对不对？加油对不对啊？来，小朋友，来四位小朋友，我们来揭晓国语歌曲的成绩。嗯，想不想再换个位置啊？到我这边来啊！哦，我们两个主持好了，好不好？叫马姐姐来比赛，我们两个主持这个节目。嗯，不要。嗯，看不起我，有机会试试看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谢谢你哈、啊，好给面子、哦。给小编来讲，价钱呢？以后再讲。啊，哎呦，还懂哦，讲到价钱就会讲了。讲干脆哦，哎，刚刚是国语歌曲吗？
国语歌曲。哦，周刚录完你好，来来。李小龙，你干嘛脸上的表情那么的酷啊？小龙，来看看你的成绩哈，来。来，我们看看李宗龙国语歌曲可以得到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，哇，90分，维持水准。干不干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完全没有感觉。我们再看看观世音菩萨。来看周婉如国语歌曲可以得到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1。哎，不错不错。来，我们的小酷哥乌兆邦，看看可以得到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哎，91，91分，哎，都差不多。哎，周妮妮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小可爱周妮妮小朋友可以得到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，哟呼，92分。好，来我看看上周的第一名王一山，看看他可以拿到几分。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。哎呦，哟呼，哎呦，旗鼓相当哎，差不了多少，差不了多少，没关系，还有第二阶段闽南语歌曲。婉如啊，您到有拜神吗？有。什么神？有观世音，还有那个你叫观世音吗？那真的拜你自己啊？不是，那边有没有土地公啊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不管不管什么名啊，我们等你比赛了，等你观世音留上球了，安尼成绩会更高。你想唱吗？我教你。南无，有音没有？南无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要不要钟妮妮唱一下吧？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好了，轻松一下。好，稍待一会儿，继续收看我们的新人歌唱排行榜。狐臭，这我们常说啊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对呀，这句话没有错啊。但是天下真的无不是的父母吗？哦，碰哥，您最近又有什么感触了吗？最近有一个台南的一个新闻呢，这个有一个儿子啊，被爸爸打成那个重伤啊。真有这种事吗？但是腿也断掉了。后来这个爸爸干脆叫这个小孩子去行乞，去外面当乞丐这样子。这个是这真的是他爸爸吗？这真的真的，我们听了之后，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伤痛。那这就让我们想到最近受虐儿童的事件，好像这个事件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。而且以前我们来讲虐待儿童，都是讲说自己的后母啦、养母啦，或者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来虐待。你有没有发现到最近包装杂志自从披露了就是说受虐儿童事件之后，绝大部分80%以上都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来虐待自己的儿童。这个是让我们真的是想不到的事情。自己的亲。哎，你会打你的儿子吗？我是这样子，我这个人是这样子。如果说欺负我无所谓，但是欺负到我儿子，谁都要，我会跟他拼命。怎么样？又欺负有方式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说那种不合理的。你说老师最近也体罚的问题也浮上台面。对啊，靠上体罚，适度的体罚，其实我们觉得无可厚非。哎，绝对可以接受。其实教育小孩子应该的，但是你说这个虐待啊，这个真是太过分了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虐待哦，皮肉的虐待看得见，这还好。最可怕是精神的虐待。是。比如说最近我们也看到报上有很多那种小朋友，因为父母亲的感情不和造成的，就是说父母去强暴自己的小孩了。你看看这种事情，真的是怎么做得出来？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呼吁一下，现在各位看到我们这个现场参赛小朋友很可爱啊，爸爸妈妈来啊，全家一片和乐融融。对，我们希望这个每一位儿童啊，虽然是小朋友，他可能自卫的能力比较差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本身安全的这个基本的权利。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受虐儿童事件越来越扩大。是，相反的，我们要让一些正在虐待的儿童呢脱离苦海。有这个倾向的父母亲，请你赶快停止。或者是说，你看到别人有虐待儿童的话，也非常欢迎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。哎，或者是报警。
报警处理也可以。啊，希望大家来共同维护儿童的安全。对，儿童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！没有快乐的儿童，怎么会有一个快乐的社会呢？谁敢保证说李宗龙将来不会当这个部长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部长！哎，部长来好，还唱歌嘞！哎，部长要唱什么歌嘞？带伊过来，伤心酒店。来，掌声欢迎李宗龙。哀怨的歌声，饮酒的人无心情。世间的繁华，亲像梦一摊，也是无李小龙啊，越看越亲切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这伤心酒店的歌，我觉得很好听，都男女对唱的歌曲，感觉跟他一个人唱的感觉又不一样。哎，李小龙，这本原曲日本歌嘛，也是一个人的声音唱就可以，哎、哦，就是改成男女对唱而已。那可能我们接受他的观念，就是说他是情歌对唱。而且 我觉得、哦，哎，这次的比赛，特别是这个闽南语歌曲第二阶段比赛要看成绩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有点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比赛要见真章啊。对不对？只能选前三名，可是每一个人都唱得很好啊。那怎么办？那可不可以跟评审老师商量一下，通通上了嘛？但你戏也弄个精，你得唱。不会啊，我就不相信金明阳不觉得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很可爱嘛？季老师，我们小朋友都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唱得很好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只好。个人下辈子穷下来呀，怎么办？为什么要笑？那观众的水准不一定，大家评审不一定一样。有人觉得，哎、欸，今晚你哪不会分手？你嗯，他又在背歌词了。背歌词，又偷偷背歌词。观世音菩萨又在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他没有听。我操啊！他唱什么歌啊？这些个乱情。这下面哪一挂？刚辉啊。啊，刚辉也挂，来听看麦。来，周婉如。掌声鼓励。才知影，爱你有多深，为你流过才知影，对你付出真实的爱。为什么？
真实的爱情。觉得我们导播非常的用心。怎么讲？怎么讲？一般这个歌唱比赛，其实镜头可以不用太在意。可是我们现场的那个灯光，整个的配合，就好像在歌星在拍单歌的一样。开玩笑，我们张总特别交代，不要以为是一个歌唱比赛的节目，随便做。那不行，从灯光开始。对不对？乐队老师、任何的舞台设计，甚至评审老师，是各方面他都要求的很多的。对对对，像我们的灯光师啊，我们的 Big 牛啊，大牛，他说打我们这个歌唱比赛灯光是最累的。他有这样说吗？哎，他说打我们这个，他说从早上打到晚上。可是他有另外一句话你不敢说。不是，他意思是说打别的节目呢可以不用那么辛苦，而且他还说光整个场景灯打也就算了，连我们这个歌手的灯。还有主持人的灯都要不一样啊，那不是开玩笑，连我们番王老师的灯也不一样啊。但是番王老师就是少一趴灯，跟一趴灯，他走马灯、啊，他不能有顶灯，哦，太亮了，啊，会反光。那我们季老师那边也要补一个灯啊，补一个平面的苹果光可以。哎，苹果光，开玩笑，林玄夫人在旁边，有了苹果光，画面更协调。哎，小朋友呢，皮肤很好，根本不用什么光就很漂亮。对呀、啊，尤其是我们这个，哎呦，小酷哥又站在上面。哎，赵邦先生啊，记得过后啊。什么歌？下人尬我比，谁能跟我比？来，乌兆邦，掌声鼓励。目眶红红，心情沉重，不敢来相信，你要甲我。也分开是啥原因？你一直坚定，敢讲你心内有别人？一句话你沉甲讲出嘴，才会乎你来怀疑，不通辜负。你要甲我听分开，是啥原因？你一直这坚定，敢讲你心内有别人？这个摄影师有一天会被你打，我怎么会打他？我疼他都还来不及呢，我打他。他每次在这边挡你镜头，开玩笑欺负我嘛？看我个儿娇小，他心里想一个背影就把我挡住。不过说真的，他忘我了。哎，这个摄影师哦，我觉得工作很辛苦，而且我老觉得他们是单眼操作。啊，对，单眼，对对，回去会不会得乱视啊？乱视，比如说这个镜头，我们可以看观众可以看画面，这样有这个动来动去的，他们就叫这样子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眼睛有时候。会有影响，我觉得应该会有影响。职业这个后遗症，职业病。像这个范文老师也，每次晚上睡觉会手会起来，睡觉一睡一半会这样子啊，配合打鼾的声音。
哦，这是指挥。那万一我碰到乐队老师是吹喇叭的呢？啊，不是一定要夹一支才在困。啊，对哦。哇塞！哇，这个职业女老师怎么笑那么开心啊？她是不是有过经验的？我不知道。哎呦，这个跟哎呦，今天跟这条瓜赞哦。哎呀，哎，这个舞蹈一点歌很可观啊。快乐的马车，快乐的马车。来，我们来掌声欢迎钟妮玲。喇叭嘛，喇叭。刚刚我们讲到喇叭，喇叭乐队老师有意见吗？喇叭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。喇叭当然可以吹出很多声音的，可以，比如说有可以吹出哪些声音呢？马声。马声，还有呢？刚刚就是马声。没有了。那不是马声，那瘦骆声呢？你也是吹一下骆驼的声，我听看麦。骆驼要单峰哦，不要双峰。刚刚啊。这个摄影师终于给我们答案了。哎，什么答案？他说：“摄影师啊，你因为单眼操作的时候，到底后遗症是什么？还有什么后遗症？一边的鱼尾纹会比较多。”哦，是这样。那我们的纪明扬纪老师，您是不是两个眼睛都可以操作摄影机啊？哎，所以，哎，那如果要修正怎么办呢？修正可以换来换去哦。可是这样子眼让两边鱼尾纹一样多了，哎呦，就变成跟纪老师一样，跟叶家修叶大哥了。啊，你胜旧，你胜旧，哎，你胜旧，哎，叶家修，叶老师，叶老师老吧呢？不来不来，哦，不来不来，不要老了。过来过来，是我们上周的第一名哈。哎，王一山啊，这个也是江蕙小姐的歌了。这是爱人也是家尊人，爱人是家尊人，爱人是家尊人。好，来，王一山，掌声鼓励。
有小可讲讲无？啊，哦，一灯音灯啊呢，吼！哎呀，你伫遐边啊对心肝，你咧对啥？那是迄个对，林邪文咧对我。哦，林邪文在捶，你也跟着捶啊？哦，他捶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胸口痛。无咧，伊嘛是讲，伊咧嘛受教诶吼，受教人家个对心肝啦。是安怎讲咧？啊，看人好就对心肝咧。哦，他觉得王一山唱得太好。诶，因为真侪朋友吼讲咧，儿童组啊，看比赛看画面很好看，嗯，想在现场感受看看。哦，来就讲哦，啊，这阮囝煞敢带来，真笑诶，当然。我刚刚发现了，我刚刚去跟他那个林弟弟沟通了一下，林弟弟是千万不能参加比赛，他门牙两个中间有个缝。哇，要咬人。还有，要是唱别的歌，发不出来了。等一下，用个我们头先给吞一下，那吼，再来闭了。哎，保重你自己身体啊。我叫阿吉下个礼拜来看你了，我已经打过电话通知他了。哈，叫阿吉来看人家一下哈。对嘛，哎，那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来，我们来看闽南语歌曲的成绩了。哎，你跟他一路没惊的吼。反正已经来了嘛，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哦，你你。你假的话，你走，你可不可以再走一遍？再走一次给我们看。从那个孙老师那边走过来哈。一百七步走，也有艺术呢。他怎么走的？你这感觉，阿伟喜安，那你我请了家伙，不你这边呢？我太厉害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们来请我们的观世音走一下，好不好？来走一下，来你看看你走跟我们感觉。我怕你走路像在雕山嘛。来走一下。南无观世音。你走一遍，主人你一大汉而已。哦，这样子哦。总理，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就走嘛。为了不搞跳，不能去别弄啊。哎，怎么样嘛？你们不然你跳给我看。好，来，这个阶段要成绩，这个五个人，我们实在是不忍心报成绩啊。没有关系，但是总是要面对现实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先看看好了哈。来，李小龙小朋友的分数，看看李宗龙可以得到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。喂。回来，回来啊！哎呀，不错了，往上走了，好成绩。嗯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世音周婉如小朋友可以得到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。哎呦，讲好的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小酷哥乌兆邦，哎，这个闽南语歌曲可以拿到几分呢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九。91，哎呦！你们三个都商量过的。谢谢呢，改变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可爱钟妮玲可以得到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。哦。怎么不给自己掌声呢？他本来要这样子的。再走一遍好不好？再走一遍。我们再看你走路有没有不一样。去不做，你是拢高十一，我高十二了，不是安怎？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，我们来赶快看王一山的成绩了。看王一山，闽南语歌曲可以得几分？75、80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3。哇！93。哎呀，我们在那清醒。那这样子好，先大家不要算成绩了，好，我们稍待一会儿继续收看我们的新人歌唱排行榜。紧张的时刻已经到了，到底总成绩是怎么样呢？胖哥，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这五个人谁不见了，我们都非常难过。对呀，而且虽然李宗龙是新朋友，但是他的表现呢一直不错的。是是，可是比赛嘛，那么要有胜负。哎，钟妮玲，你帮我去拿那个单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帮碰哥拿单子，拿总成绩的单子。不敢去。好啊，那你要那你要学碰哥的走路的样子啊，他以前怎么走，好不好？对，要整。要整对，来，我现在站在你的位置上面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你这。拿那张要干嘛？我是不要让位给你。黑啦！他们
没有把你那个你每次去领成绩那个精华动作学出来？没啊啊啊！我刚这个讲哈，嗯。哇！哎呀，真是哈，这真是哈，哎呀，我们还是从第三名宣布起好了。好，第三名是91分的乌兆邦小朋友。第二名92分的钟妮玲小朋友。第一名93分的王一山小朋友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喊我一下，喊我一下。新朋友，欢迎你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观世音，哎呦，我们的观世音形象一直很好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？我不知道。你自己有没有算一下你的成绩？没有。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唱得不好？跟他们比，你哪里今天在哪里唱得不好？不知道。真的吗？要哭吗？要哭吗？哎，跟他们丢嘞。啊，有不对吗？哦，还有一个第三名呢啊！我来，就是91分的周婉如小朋友。啊，真歹势，我跟你惊到了。你莫跟我杠嘴呢，我观世音菩萨，我就哭了呢。不过说真的，今天我们这位新朋友，李宗龙小弟弟哈，没有关系，你真的唱得很好，而且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就觉得好像阿吉就在现场一样。是是是。到时今天你会输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请评审老师来讲评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，我们请纪老师，我们讲评。那么有这个来宾呐。啊，小佩来咧问讲是安怎平心态拢要坐这边边啊，唔坐正面呢？那么呢，啊，这因为咧，阮坐伫正面咧是捌一摆坐伫遐，啊，这个比赛的人啊，大家拢突出去啊，结果发觉就是讲，因看到这几个安尼吼，安尼坐伫遐，安尼敢那西贡啊面咧看到，大家拢会惊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阮才来伫这边啊。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讲，伫边啊的是会当看这个啊，伊咧比赛的是安怎喘气，安怎用腹肚的力，吼、哦，伫这比较较方便看。那么今日咧。这个李宗龙小弟弟哈，伊这个怀念的妈妈哈，这首歌伊感情种种拢唱了真好哈。啊，因为这首歌咧比较都是靠咧怀念妈妈，所以迄个感情啊用较重。伫这个副歌的时，啥物你一生辛苦啦，都是为了我这个所在哈，伊应该迄个感情爱搁较重咧。尤其是伫注意所在咧，妈妈妈妈，你真伟大。后壁这个穿鬼的店哈，你真伟大，伊爱伫这个所在再来穿鬼，伊拢唱个你真伟大我。啊，再穿一开，怀念你妈妈，安尼这个所在就感觉标点符号唔对去啊，所以穿开的所在无理想。第二趴同款，吼、哦，等我回家陪伴你妈妈，这条原来是唔对去。过来咧，第二段伊伫这个啊、不要贪富贵的荣华，这个的叫落去哈、哦，啊，所以的分数会较低。那么伫伤心酒店，这首就唱较好啊哈、哦，因为这首是这个对唱的歌，所以爱念伊爱管，啊念伊爱低。啊，所以较歹控制，所以这首伊的理，伊这个声音吼，虽然有较好淡薄啊，但是嘛未讲真理想哈。过来第二位啊，这个周小妹妹哈，伊这个难忘初恋的情人国语的部门哈，伊这个伫这个副歌哈，你我各分东西这个所在哈，这个音调较悬去哈，啊，佫真侪所在，这个这是谁的责任？这个所在嘛是音调无准呢哈，啊，这个特色的恋情啊，这首就唱了较好，但是伫第二句。爱你有外深，这个所在有小可较慢去。过来伫这副歌前啊，吼，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，因为这作假啦。这条歌有12度，所以这个所在这低音啊，都扑卡安尼吼。过来，咱讲第三位这个小帅哥哈，小帅哥，伊这个伊咧唱歌，以往拢是安尼足稳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伊比较较老实，伊、这个动作较无，所以啊。你唱会感觉较平，吼、哦！伫国语部门内底嘛是安尼平啊，稳啊平就对啦。啊，伫这个台语部分吼，谢、哦、人教我比，伊这个唱这个腔吼，都含伊个性同款，安尼顺啊，安尼吼。但是咧，因为咧唱这首唔但是安怎，我发觉伊这个鼻音会较重。你唱敢那安尼小可有迄个鼻音安尼吼。过来，尤其第一摆伫这个一句我爱你，一直唔敢讲出嘴，吼、哦，这个唔敢，这个音有唱了较低去。过来就是这个小可爱哈，小可爱，那像这款的查某囝啦，生一个吼，比什么更较好哈，足古锥的哈。啊，因为伊第一句的是心理准备较无够，所以妈妈啊，这个所在哈，这个小可有迄个音准，有叫脱去。过来就送我一个吉他，这个吉他，这个音伊拢用到足低去哈，真侪所在才拢用到较低去。啊，这个动作也是啊真可爱哈。来，台语部门这个快乐的马车，
哇，伊咧唱的是，互人感觉安尼就是安尼真轻松咧唱安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因为伊咧伊较搁较细汉，所以真侪音吼袂讲真稳。哦，但是这将来性也袂歹，安尼就对哈。过、哦、来唱咱今日这王一山哈、哦，王一山伊今日呢啊有发觉伊这个实力拢减真侪去啊，因为伊昨才搁注射啦，啊，今日讲发烧38度哈、哦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伊伫这个咧塞音啦，啊咧拖，诶，以前咧塞伊拢用这身躯吼，安尼咧塞。今日的是哈，伊小可较缺氧啊，有当时啊人咧感冒吼，啊咧塞的是身躯安尼晕咧晕咧，咧塞的所在哈，像我有一帘幽梦，这个梦咧塞，这个所在都袂安尼遐骨流啊哈。伫台语部分哈，伊这个嘛是同款，拢发生这老母语咧唱的感情，一向拢真好哈。啊，即马天气我那变来变去，希望大家会当较注意身体咧，较袂去感冒着。谢谢，谢谢季老师。这个小朋友啊，就是非常优秀、啊。我想啊，小朋友他今天没有入围，但是也不表示他歌唱的不好。不是，这样子、啊，我们让那个小朋友让小朋友来安慰，啊、应该好不好？夏可爱来，这位哥哥啊，他表现的是不是很好？对啊。那你要不要安慰人家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麦克风给你，安慰人家哥哥。失败为成功之母。哎，好啊，说到，就一句啊。握手了，还有啊，要讲一些话、啊。3个月以后再来。对他讲，你对谁讲？他不要讲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失败为成功之母，三个月以后再来。好。以后回去多加油。我会写信给你。我会写信给你啊，给你加油打气。我会写信给你。我会写信给你加油。他这句话讲得很明显。我会写信给你加油。我会写信给你加油。谢谢你哈、啊，谢谢你哈、啊。哎，小朋友千万不要难过，千万不要难过哈。哦，很快要看到你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比赛哦。好，通通有一轮向后转。向后转，哎，我们要谢谢方文老师所率领的三立大乐队。同时呢，我们要感谢五位参赛的小朋友：王一山、钟妮玲、巫兆邦、周婉如、李宗龙。谢谢四位辛苦评审老师：吕子厚、吕老师、季明阳、季老师。孙普生孙老师，林璇夫人，谢谢现场所有朋友您的光临的欣赏，还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，最感谢癫痫您的观众朋友继续给我们支持，继续给我们批评，欢迎下周继续收看新人歌唱排行榜，拜拜。